我们要去参加 Gravel Fun 的第三站，好长下坡，好可怕！都是历史路线，上上下下，很刺激。OK， 我已经准备完成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们要去参加 Gravel Fun 的第三站，看一下我们昨天住的非常高级的货柜屋。虽然是小小的拥挤，但是麻将虽小，它麻雀虽小，麻将麻将，而且这不是货柜屋，这是露营车。露营车。对。OK， 然后我的车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我今天要陪我征战的E-Gravel Bike， 然后风力所今天骑的呢是 E-Mountain Bike， 因为它骑的是有避震器的。然后待会我们即将前往会场报道，那听说今天的路线 Gravel 组的算是比较亲民一点，大概一圈十公里要骑两圈。好啦，我们就去报道吧。我们今天来参加 Gravel Fundo， 现在是第三站共寮站。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其实入住了这个园区，叫做丹内。这边是哇，他们的厂商帐篷区，超级多摊位。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车子，我今天准备骑这台就是 E Gravel Bike， 然后前面是有避震器的，然后中间是有中置的电机在这边，后轮是电发电的轮毂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操控它的电池的位置，然后也有升降座管，所以等一下我即将跟着它一起，我的号码在这边239泽瑞 Jerry。 那我们待会9点开赛，现在时间是8点40，大概还有20分钟。那场比赛其实有蛮多伙伴从各个地方来的，我竟然还有遇到我高中的学长们，他们远从新竹而来，所以还蛮期待待会赛事开赛之后，总共要维持10公里两圈的这个路线当中，可以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。OK， 那我们就等一下准备开赛吧。E Mountain Bike 组，我是 E Gravel 组，现在已经全部都是人了，好热，看一下前面，也都是人。待会我们即将检录开赛，总共10公里两圈，你不要骑一圈就停了，总共有两圈。OK， 你不要一圈然后就自己弯进来终点，想说应该到终点了。好了，待会安全第一，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 gravel 或是 mountain bike 赛事，但是尽力啦。我的组别只有10个人，你的组别几个人？我会竭尽全力，14个人。14个人，好不好？不要当第14人就好。那个组队里面好像有那种超强的选手，只是来骑休闲。哦，好，我们尽量以往前迈进，不要垫底的这个方向为目标。Yeah. 好，那我们就赛道见。Go， 准备出发 ，Go， 走啊走啊。刚刚的超大刹车，直接差点累残，大滑嘞！好长下坡，好可怕！哇，刚出发的这一段路都是历史路线，但是上上下下，是很刺激。这时候有电池的、有电动的电机帮忙，感觉就差很多。因为其实我还偷偷踩得很重。我觉得我今天会摔死。哇，狗子来了！哇，这
没等到尬轻一点的回转，不然就有点踩不动。都是石头 I don't like 石头。哇，终于回到台北了。你们应该跟我一样，就是有时候运动完都会有这种困扰吧？尤其我刚刚去参加越野车比赛，整件那么脏，还好我都有用热销万瓶 Lumi 专业运动洗衣精，独家配方蛋白分解酵素加柿子萃取液，高效分解汗水污渍，瞬间除臭，抗菌效果 99.9， pH 值中性，棉、麻、人造丝、合成纤维、羊毛混纺都能使用，超浓缩一瓶可洗500件运动服。专为运动衣物研发，洗后不残留，蛋白酵素深入纤维，阻塞脏污分解排除，洗去你的汗味，褪去赛场上的泥巴与沙土带来的顽强脏污，天然植萃，强力除臭，崩溃臭味瞬间净化，绝对是你居家常备、外出旅行必备的洗衣圣品。我都使用 Lumi 专业运动洗衣精。刚摔那一下，差点就去了，现在膝盖还在流血。那个转弯，这台车刹不太住。因为这台车是线控的，不是油压，所以它有一点点感觉上有一点空隙。还好刚刚没什么事。救护车刚开在我后面去接人，希望不是天母逢低走出事才好，因为这个路线我觉得对他来讲好像有点太困难了，但他今天来就是轻松骑完一圈应该就可以了，希望他没事才好。哇，就是这个弯我刚也在这边摔车，很可怕。在下坡，刚不小心边聊边冲太快了。
到这边应该剩下第二圈的一半了。这边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提醒自己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哇，刚这边就直接喷了。最后关头没动力，啊。再来就进入一个我比较偏弱的路段，因为这边草啊虽然有压痕，可是那个走线我不是很会看。第二个是它那个很多隐藏的那种凸起，然后我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 flow， 没有跟着那个路线的上下起伏的话，我觉得有时候撞到苦辣就会快喷出去的感觉。所以这边是我比较差的一段，而且这边还在。刚刚那一趟是我刚摔车之后，脚还很痛，手还很痛的时候，虽然现在还是很痛啊，但好像稍微好一点。哇，破蛋了，开始破蛋了，整个撞到骷髅飞起来。我有这个。真这样做广告应该要这样的，像现在这样站起来其实就不会靠到蛋蛋。要打马赛克了，太好了，你手啊，打磨过长，太累了啦。这个路线，两圈，我骑了40，我看一下几分钟。你看我的手表都摔烂，看手表都有痕迹。哇，我的完赛时间，好，看一下，54分20秒。你看这个圈绕成这样，19公里。啊啊！我刚想说可不可以追到。天母逢理所叫他骑一圈就好，这个路对他来讲应该太危险了。看到救护车的时候，我一直说不要吧，不会是天母逢理所吧？看起来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哇，休息一下，应该有上颁奖台吧？摔车，我没摔车。看你没摔车，为什么这种土了？这是一开始考车的时候，天母逢理所。哦，我刚刚看到，哇，第10名呢，哦，好烂，厉害嘛。39，哎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摔车是值得的、啊。你几个人比？11个人，11个人有些都有需要的话，有些都没有来哦、喔，没有来。妈的！冠军啊，冠军你家啦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今天骑的感觉，路线上会不会？我原本其实很担心，因为其实现在路线我自己体验，其实跟大家讲，应该看到影片也知道，我刚刚有摔车，然后就是想要骑快，就有点刹不住车，就是你知道弯得过过海，都这样松松软软的，弯不过，我刚刚就填海了，只是填在那个沙子里面，我就这样啊啊啊，然后就有一个护身刀法。我记得学长就是在那个我后面一直看我那个甩尾，你一直在漂移哦，对，我在漂移，你是把那个我刹车压太死，然后一直在那边甩，公斤甩尾那一集的东西直接搬来这里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路线蛮有趣的，因为其实它包含了砾石路，然后也有。很长的柏油，然后也有一些比较难度考验的，就是这种草皮的 off road 路段。开始等等等等等。但其实以我来讲，我参加过 Xterra， 然后来这边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路线其实比较亲民，比较不会说累到真的骑不完。也可能我们今天有装电池，但是对你第一次骑这种 off road 或是 gravel 赛事，你觉得心得怎么样？就是一直胆战心惊，觉得下一秒就要摔了，可能又有控制住。然后平常那个平路的话，
就赶快追人。哦，所以你是靠平路。但是我要追最后三个反超三个女生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生一点意外。什么意外？什么意外？当然看完了、啊，是电池没电，就电池没电，就没电没，要追也追不过去。应该那个电池是够用，因为我其实是够用了，但我在想可能是你体重问题，你需要出更大的电机力气。我要庆上去的时候庆没可以，所以你就下车用牵的。没有，就对，就是要爬的时候爬不上去，然后就给他牵，然后用蛮力硬骑回来。那今天你的完赛时间多少？跟大家讲一下，1小时21分。OK 啦，也还 OK 啦。因为我刚看1小时50分，还有人还没进终点。那对你来讲，像这样的路线，接下来你还是会来参加吗？还是你其实比较喜欢公路车的赛事？其实这个玩起来好像不会像公路车选这么差距选手，我觉得比较好玩。而且你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个时间感，因为公路车是一直在续航，维持在一定的速度或瓦数。这边根本不是啊，你就是刹不住，然后现在又要爬一个很长的坡，而且就是一直胆战心惊的感觉，但是感觉人人都有机会。对啊，还蛮有趣的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大家未来有兴趣，其实 Gravel Fondo 也超级多站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也可以锁定。就是、来玩啊！对，搞不好下一次也可以遇到我们，然后你就可以跟在 Tim Fondo 走我后面，看着我们就是一直快陪练快摔车，因为我们算是技术比较不好的那一组啊。我是小菜。我们其实是就是你知道吗？用蛮力硬干，就是靠着那个。在平路追，然后在土坡爬。对，所以也很感谢今天借我们车的就是伙伴，他们那个电机超级有力，踩一下直接喷出去。对啊，还好有他们借我们电扶车，不然应该骑不完。好了，还好。我是你的家人 Dray， 我是天母王力所。如果喜欢我们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最重要的，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地方叫做丹内野奢庄园。这边其实非常高级，超炫，就是应该也是有点贵啊。可是我觉得这边整体的感受是很好的。那个露营车住起来真的是很舒适。如果真的有兴趣，你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，因为其实不知道贡寮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户外桃源。对啊，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Thank you.